这个城市的多面，在于它蕴藏了700万种情感。这段神错时差，每看手表捏你一下，透过音乐将这种感觉记下来，成就了今次的 City of Voice。 给你转一下，一个城市之所以美丽，只因在这里存在过的面貌所拼凑出来的风景都格外弥足珍贵。仍努力给这荒谬城市多一个转机。